你看太阳也是在须弥山的当半当中啊围绕，那太阳系确实是在银河系的边缘上啊绕圈子啊。那银河系的核心是黑洞啊，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是个很大的黑洞。玛雅的这个预言就是讲2012太阳的中心啊，我们佛经讲须弥山呢啊，就这个黑洞跟太阳地球排成一条直线，啊，这个太空当中会出这个现象，啊，他们给它起个名字叫银河对齐，啊，这个现象出现呢，是有一点麻烦，这个麻烦会有多大，没有人晓得，啊，现在科学预言都是在预测。啊，有人说这个影响很大，因为银河中心这个黑洞引力太大了，连光都逃不掉，它都能把它吸引过去，这么大的引力，所以它这个引力直接会对太阳，那么会把太阳表面上这个风暴啊，我们知道太阳是一个火球啊，一片大火，火海啊，啊，比地球大，好像是131万倍，这个体积啊，比地球大这么多，是一片火海。那么这个引力啊，会把它这个太阳风暴啊，把它拉起来。这个一拉起来的时候，太阳风暴就直接能够啊影响到地球。啊，会不会影响到地球表面呢？有人说会，有人说不会。啊，有人说现在这个科技发射的这些这个地球的通信卫星会全部被它摧毁了啊，这是肯定的啊，像资讯的那完全会消失了，在这个风暴当中消失了啊。科学家说了，如果要恢复大概要10几年啊才能恢复啊。那么也有人讲呢，会对地球产生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地球有很多火山，它那个引力会把地球火山引爆啊，这个问题严重了啊。如果地球上这些火山都爆发了，会带来严重的地震啊，海底火山也很多，那会带来很大的海啸啊，这个麻烦就大了啊。这是银河对齐，很可能产生这个现象。啊，我们不能不认真去念佛。啊，念佛就不怕了。啊，这也算是一个共业，共业所感了。啊，为什么在银河对齐，刚刚好就碰到我们地球上的人？
抛弃了伦理道德，抛弃了祖宗神圣的教诲，造作一切恶业，毫无顾忌，这还得了吗？这个在古时候说，人造这种罪业，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天地不容啊！现在迎合对齐，就是天地不容了。啊，是不是一种巧合呢？我想也可能是应该的。啊，如果地球上的人都能够遵守古圣先贤的教诲，啊，守住伦理道德，通达明了因果的事实真相，这个世间人人都是好人，都是上品十善，那么迎合对齐就不会产生这种灾难。这能不能说得通？在佛法上也能说得通啊。为什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说了很多次，一切法从心想生，心底纯善纯净，可以使迎合对齐的力量啊减轻。啊，这个现象一定是会发生，但是发生这个现象啊，它这个破坏的力量减轻的，这个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因为佛在经上说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的善心善行能够集合起来，迎合对齐这个现象是众生众缘和合而生的现象啊，这三个由善行跟众生集合起来啊，这个三对二啊，那这个二是肯定要胜这个三分之一的。啊，我们联想到这么一个逻辑的问题了，哎，就能够有理由啊相信。啊，能够克服这个问题。重要的，我们人要回头啊！啊，迎合对齐这个现象发生在2012年12月，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回头。回头是岸呐，回卧向善呐，回迷向悟啊。啊，这对我们来讲啊，并不是一桩坏事，是一桩好事。啊，提醒我们，要认真努力的去修行。